刚才经过四 round 的总积分，其实这个分数挺接近的。哇！最终获得第一名的队长，让我们恭喜。王一博队长，这位队长经过慎重考虑之后给出的最终五个复活名额，第一位锁侠阿伟，我觉得是阿伟，这我的感觉是不是念错了还是怎么的，就很吃惊，我当时就哇，今天就感觉像坐过山车。阿伟的话就是帮我战斗过 battle 过的选手，在我街道里的，所以说也想把他复活回来。阿伟，哎，虎哥，虎哥，今年简直了。当我真实的拿到这条毛巾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奥特曼的一句话：你相信光吗？第二位，巴里斯，巴里斯这次我真的觉得他进步很大，从 battle 上，然后他也努力，很努力，被淘汰很可惜吧。没有猜到我的名字会在复活里面被叫到，感谢队长给了我这个机会再继续参加这个节目。